天的午餐呢，我们吃的是韩国的炸鸡。还有这个章鱼烧，韩剧里面的感觉。它这个鸡翅超级的辣，但是味道非常好吃，比美国的炸鸡好吃很多。All right， 那么晚点再见。What's up, guys？ 我们现在终于下班了。这一天呢非常的忙，一会儿呢准备跟一些同事出去喝几杯，刚好呢今晚是勇士跟骑士的第三场，可以一边喝酒一边看球，那么待会儿见。做一家冰淇淋店，我们刚吃完饭才过来吃一些 dessert。We all get this. Everybody loves it. 今晚呢，我们准备 bar hopping， 就是说，在一个 bar 喝一杯，然后再到另一个 bar 喝第二杯，这样呢，你感觉可能永远不会醉，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你喝了很多酒，因为我们很多同事从爱尔兰过来，他们都特别能喝酒。啊，今晚准备不要喝太多。我这里，因为今晚有比赛，所以很多地方都容纳不了我们这么多人，所以我们现在找其他的 bar。I'm not ready. I'll be there.The game just started. Cheers! Cheers! Did you have money? Yours? I tried to take and then I was like, oh no, the hood is on backwards, yeah. And I need to zoom. That's a 7200. Yeah. Jesus. Ah, fuck it, I took it out now.我们现在从 bar 出来，我的朋友呢也非常喜欢拍照，我们就在街上拍一些照片。Just a 35. Yeah, but 1.8. I'm super happy with the lens actually. Wow, that's awesome.That's a huge range, yeah, yeah. It's also good for portrait stuff. Oh, 13 or 14 from the polar finals? And what is the venue that you still aggressive to win?Hey guys，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 burger 的 place， 感觉肚子饿了，过来吃一些东西。哈哈哈哈哈哈 ！Paul， Sylvas， Hi。今天呢，勇士又赢了第三场，很有可能周五就会结束 NBA 的 final。现在就看是库里还是杜兰特能拿 MVP 了，期待周五的比赛，一会儿见。现在呢，回到 hotel 了。今晚呢 ，we had a lot of fun。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上传今天的 video， 但是呢，想跟大家讲一下这周会出什么好东西。首先呢，明天早上 Supreme 跟 North Face 的联名，之前已经提过了，蛇皮花纹的，最火的肯定是那个 tent， 然后就是外套还有背包。虽然这个颜色比较难搭配一点，但是呢，肯定会非常快的卖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想买呢，不要犹豫，一定要马上买，而且每次呢，最好买一件就付款，以免呢你加了很多东西到。
到购物车在付款的时候就已经卖完了。另外明天 Supreme 还会出那个 dry bag， 那个呢可能也会很快卖完，还会 restock 那个红色的打火机，还有一个类似牛仔外套的有拉链的，那个可能也会比较抢手。另外呢这个周六有两款鞋是非常火的，一个就是 Travis Scott 出的那个蓝色的 Jordan Force， 那双鞋有点像 Eminem 四代的那双蓝色的，非常的好看，希望可以买到那双鞋。另外就是 Melo 2s 卡梅隆安东尼的 PE Edition 乔丹二代呢，很多人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喜欢二代的，我自己有很多乔丹二代，这双 Melo 2呢我也非常想入手。 Alright guys， 那么我们下次的 video 再见，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